早前我哋寄出咗一封信，要求特首曾蔭權去出席年底舉行嘅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但係我哋到而家都未收到回音，所以我哋今日就集齊咗我哋同其他綠色和平嘅成員，我哋今晚就會去到禮賓府，亦即係曾蔭權嘅官邸度進行一個抗議行動。我哋而家全部人都準備就緒啦，好，我哋而家準備出發。我哋今日喺度嘅行動就開展咗我哋促使特首出席哥本哈根會議嘅工作。我哋網上邊亦都有可以容許全港市民一齊參加嘅平台，希望你同我哋一齊努力，促使特首出席哥本哈根會議，共同一齊應對氣候變化嘅危機。